炸弹超人。其实当时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到，原来炸弹超人一开始敌对角色，就跟马里奥的大金刚，就跟大金刚的马里奥一样，完全本来就是一个小角色而已。开始吧。给我炸弹，给我一炮。啊，怎么都没道具嘞？道具啊，来点道具啊！给点道具啊，大哥！妈的！因为这会卡转角嘞，你转角没完全卡过，没完全转过去，它会卡在那边。道具啊，没道具我怎么杀怪嘞？快点道具啊！道具，道具啊！哎呀，回礼炮！噔噔。我要死啦，没时间啦。啊，不小心炸到门了，我都忘记了，炸到门会有怪物跑出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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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，来看一下这颗，你会觉得它很好看。看一下啦，看一下啦。你要去哪里呀？看一下这颗有没有很好看。我要没时间了，大哥。没时间啦。哈，小王八蛋。哎，以前这么哈扣啊。啊，我再去杀他行不行啊？我超一声，再进去一次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
当当，解决了，找门吧。玻璃炮。啊，找到了。好，还有一些时间，找看看有没有炸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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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给点炸弹呐、啊，一颗不够用啊，来点两颗啊。炸弹，给点道具啊！当当当当当当，道具，给我道具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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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平行移动法，啊，就一个威力弹而已啊。很会跑，哎呀，不够远。没中，来一颗炸弹啊，一颗不够用啊。哦耶，哦耶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门出来了，要小心不能炸到门。哎呀，怎么会躲？啊，不小心炸到门了。我现在没要洗分数啊，不要这样。哎，吓死我！上来上来，别跑别跑，大哥，给点尊重。哎，哎，给我转回方向。那是。还有时间，先看看。挖掘。
好吧，看来是没什么东西了。最后机会 ，no。非常好。哎，你怎么换方向？哎，你不是应该左右的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很会。闷闷，你在哪？哦，定时炸弹，应该吧。就好搞了。OK。哦。还没人气。出来了，上来上来上来，起来了，起来。上去上去，大哥，上去，上去。哎呀，这次有够凶残。哎，你是被砍吗？
么有东西？东西在哪里？哦，溜冰鞋 ，C， 好像可以跑快一点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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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级灯笼，哎哎，想干什么，臭小子？记得炸是定时炸弹，有时候以前玩过头就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掉了。哎呀，还给我逃走！过来过来，臭小子！哎，这一关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哦，又是炸弹，死呀！哎，咋没放到？噔噔噔噔！哎，哎，怎么没有网线啊？才刚说就自爆了。然后定时炸弹的效果不见了，卡转角，这设定是有够靠北的。哎，两只两只不行，三只三只。想搞我？哦呦，很会的这小子。也太会跑了吧你们。有。哎，我的定时炸弹。想想之前以前被这样爆掉，好像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每次都是到转角的时候被卡住，然后就自爆了。追嘞！哎，又来了！噔噔！哎，换给我转方向！OK。
No.好，奖励关卡。啊，看一个都没有。炸弹，可是我现在不缺炸弹，可以把定时炸弹还我吗？道具而已。验证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道具呢？好吧，好像是真的。穿墙没那么容易，哎，怎么抖成这样子？又一只过来了，哦，哎，差点又卡住了。
在哪里？道具在哪里？完成到了，硬币最麻烦。哎呀，过来，差一格，又是差一格，你很会逃啊你。哎，跑去哪里了？很好。哦，碎啦！我定时炸弹回来啊！这次要确保在位安全位置引爆了。嘿，臭小子，很嚣张哦！他怎么炸不到？还故意给我卡在那边呢。这什么？提炸弹吗？我是穿过炸弹。你是什么东西？章鱼。想跑。哎，我又吃到道具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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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你会穿墙，过来臭小子。哎，看到门了。啊，好多穿墙狗。想穿墙是不是？还有你过来。小心门，现在威力太大了，要远一点。啊！哎，穿墙壁。噔噔噔。哒哒哒哒哒，上来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嗯哼哼哼。好，可以安全的炸墙壁了。
不过好像也可以。Let's go。放错边了，道具的话就抓的抓错了，耶、yeah, ！第六颗，噔噔噔噔噔。有人喜欢黏我吗？过来啊！为了是那颗先爆，我也定时炸弹啊，有 bug 啊，我的穿墙也没啦。怎么这样子？难得。想跑。我的定时炸弹还要穿墙啊，我难过。气死我啦，这定是炸弹。
干什么嘞？哎，竟然没有抓到你！穿墙狗，不要过来！你们是在嘲笑我吗？接了嘞！赶紧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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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是炸弹，给我来个定时炸弹的、啊、我没定时炸弹用不了我多啊。小意叫声自杀了哎呀，没扎到。很会笑是不是？棍，竟然是门。在一个最尴尬的地方，臭小子想咬我，这下糟糕了，最难搞的东西放出来了，哇，搞定。不会炸到我们吧？哦，来了！我的定时炸弹，哎，有了，碎啦！怎么开场就一堆软飘飘？穿墙狗。是什么歌？想来是不是？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来。
存炸弹的了。剩下穿墙的了。不管怎样，这次一定要在炸弹的范围以外再引爆。刚才忽然给我引爆另外一颗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有没有别的东西呀、啊？噔噔，剩下几颗、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颗。Let's go。又是你，先开下路。过来，很好。过来，很好。哎呀，臭小子，想干什么？有种就过来呀！来呀！猫头，过来！Yes， 哦，用错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Power， 爽快！我好累个，爆炸那一瞬间撑不住了，他怎么一刻卡住了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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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来就击穿墙口，过来、啊。想 PK 是不是？啊！我现在要定时炸弹哦！哦，猫头！想干什么呀、啊，臭小子、啊！哎，没炸到。
哎呦，吓到我！噔，这一关是不是还没炸出东西来嘞？是什么呢？是可以穿墙的吗？我有点忘记它的标志是怎样了。耶，对，是穿墙的。大师兄终于回来了。刚好是门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哎，没炸到，还好是你们这些的小灯泡而已。上来了，还跑？大哥，给点面子啊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噔噔噔噔噔，这个瞬间。算不挖了，吃到炸弹就好了。等一下不小心又把自己爆掉。门，哦哟，吓死我！噔，嗨，还是大脚进城。不过这一款玩久其实会很烦躁，因为关卡都一样。要比较的话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电脑版那一部，就刚电脑 Windows 95出来的那一款，至少有打王。这款一直在打小怪而已，打久超烦的。对，说到那一款，下次找一下那一款回来玩好了。哇，站远一点，免得又触发 bug 直接把我干掉。应该没有东西了吧？
好 ，Next。噔噔。臭猫。这边好了。哎，我是要上来，哎，想干什么、啊，臭小子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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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都在这种麻烦的地方呢？这关的道具是什么呢？还没出来。哦，门出来了。道具啊，道具出来啊。哎呀，道具是炸弹而已。好吧，再见。哦，又是定时炸弹。电脑版我真的觉得比较好玩，不过那是因为有 FC 做基础做开发出来，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。不过想起来不一定，很多游戏都是第一代比较好玩。至少那时候电脑版有导入跟打王的战斗系统就很好，然后还有袋鼠可以骑。炮双响，袋鼠。哎，说到袋鼠的话 ，PS 上面有一款袋鼠的赛跑。我用我的旧电脑 XP 版玩是用没问题的。电脑版的话，但我这一台已经 Win7 了，我就不知道行不行。我可能要去试验一下，希望可以玩。臭小子，要不要过来呀、啊？还跑？可能找一下吧。我之前有找过一个老游戏的特辑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存着。如果有的话，下一款就来跑那个好了。噔噔噔，门门，你在哪里？噔噔噔噔。出来了。OK。Bonus stage。哒啦啦啦啦啦。卡贝尔 T 卖过来。哎。哦。
到了，这边是无敌的。我以前玩自爆也是在这边。超级那个自爆超人，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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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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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哎，不是还有六秒吗？玩过头了。最爽快就是那个时候。我记得应该有无敌的标章啊。走一般关卡都还没吃到嘞。噔噔噔，全都是穿墙狗。哎呀，你竟然会闪，真是厉害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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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噔噔噔噔，哦，超自然震动，好棒棒！延迟攻击，延迟攻击没有中。大哥，不要乱跑。哎，这一关道具还没吃到，看看是什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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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所以现在看我都在很远才会爆，才有引爆。噔噔，臭猫，死猫！哎，放一颗而已就跑掉，这么不给面子、啊。小子，过来！不是你，臭章鱼！这一款当初不是玩到没有命为止，是玩到已经厌烦，然后才关掉的。所以可能等一下我玩到厌烦，我就不会玩了。而且怪物都是都一样，已经没有新增新的怪了。你们笑得很爽嘛？哈！噔噔噔！门门，你在哪里？快出来！
门呐、啊！这么厉害，躲到最后面。噔！真正小怪兽开始咧耍较烦啊！哎，死猫！很想过来是不是？哎，没炸到。过来啦，送你一发大的。让我看看道具是什么呢？炸弹，好吧。哇！啊！臭小子！哎，给我跑掉！过来过来过来，又是定时炸弹，噔噔噔，你看就出现 bug 了，我刚才第二次就是被这样炸死，先放的没有爆，结果是最后放的才爆掉。阿姆德喝咖仔，我只盖比阿姆。哎呦！噔噔噔噔噔。道具是什么呢？哎，哦对，是定时炸弹，我已经炸过了，我直接重演。结束。哎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玩到三十关，如果没什么大变化的话，就不玩了。已经变成重复性的游戏了。你再被冲下米、啊、哦哦，道具是什么？炸来看一下，值不值得我吃？哦，穿墙的，买穿球的，好，进去。啊，自爆时间又到了。喂，
好，自爆时间开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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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子们过来！那我发现时间卡在14秒了，就只好这样给我下去哦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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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耶哦耶！哎，哦，原来他还是计时，只是卡在14秒而已。哎呀，真是的。臭猫。切嘞。来穿墙狗过去过去过去啦，算了，先一只。过去 ，OK。道具还没看到，找一下。有啊，现在算是无敌状态啊，只要不要又被炸弹表就好了。我刚才是无敌状况下，就被定时炸弹的 bug 表，瞬间打回原形。哎，算不找了，反正都已经打到了。小子，小子，想跑？哎，还真的跑掉了。道具了，走吧，只冲三十关，三十关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就不玩了，重复性太高了。哎、欸，你看又出现 bug 了，后来放的那一颗先爆掉。炸弹啊！哎，臭猫！竟然平安无事，真是厉害！为了奖励你，吃你吹一发。
没报到啊，好多穿羊狗，看屁呀，滚开呀。哎，一直都没炸到，真是会躲。好，一炮双响，三响。闷闷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怎么炸到了？我们要洗分数，你们不要跑出来。定时炸弹。来，上来上来，送你一发大的。我总觉得你要表我了，我要先绕跑了。快死猫！想跑。哎，这是黄金。新玩意儿，但是不知道干嘛的。无敌吗？让我集合看看，然后试看是不是无敌。哎，真的是无敌！哎，无敌喽！对啊，我就记得无敌的嘛。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过几分钟啊？之前倒是自爆完太爽，洗分数喽。哦，你看分数飙超快的嘞！哇塞，超猛哎！分数跳超快的，要破表了，破表了，超爽的。对啊，应该我知道时间到。
哎，对，时间到是反而是怪物跑出来，那应该也没什么事，试看看。好，我们就来试验看看，时间到后会怎么样？反正都到三十关了。只要炸到门的话，怪物就会生出来了，所以这是刷分数的好机会，超爽的。然后时间到就会有这些金币怪出现，金币怪分数也超高的。完全无敌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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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按键有点坏掉了，起柜桃按太过火了，好，进去吧。Bonus 不用，我刚才那关卡就可以超多喜分数。人家分数超高，就已经用刚才的方法来洗分数，不知道最后能够洗到多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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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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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抢一脚吧啦！真的都一样了。哇，野生。好了，那我要去找一下那个游戏。如果找得到的话，明天会开的话，应该就玩那一款电脑版的《炸弹超人》好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先开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再见。